中秋节除了吃月饼，这个蛋糕都很应节的。一对可爱的白兔仔站在月球前面，以团圆为主题的黑芝麻芒果流心蛋糕，浓郁的芝麻蛋糕入面是澎湃的芒果流心和白玉丸子，造型精致。蛋糕上面的月球灯更加可以拆下来，而且还送了灯座，吃完蛋糕都可以 keep 住这个浪漫的月球灯。如果想有自己特色，蛋糕店亦都提供 custom made， 可以将喜欢的图案交给蛋糕店设计，好像这个小熊造型一样，糖皮的小熊用人手制作，更加可以放长达半年作为装饰之用。至于粉红色的蛋糕，就是鲜甜的士多啤梨口味。而这款很受欢迎的朱古力流心蛋糕，曾经是情人节的热卖款式，蛋糕面铺满粒粒的 brownie， 浓郁的朱古力蛋糕又滑香醇，令人食不停口。至于这些造型别致的迷你蛋糕，啱晒开 party 又或者散水饼之用。